朋友们，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绝技剧组，导演郭敬明，总监制乐视影业总裁张昭，主演吴亦凡、陈学冬、陈伟霆、郭采洁、林允、严屹宽、李治廷、汪铎，星光熠熠啊，完全是一个超豪华的全偶像阵容。那这部由郭敬明执导的全真人魔幻题材电影改编自他的同名小说。郭敬明呢是8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，擅长跨界的他总是可以引起很多的话题。我们看到人气偶像吴亦凡在热门电影《老炮》当中也有过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。欢迎他们来到今天2016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的红毯现场，太养眼了。谢谢各位，来，请挪步，来到我们的媒体拍摄区，谢谢。谢谢各位，来，请到这边啊，很多的媒体都希望能留下我们剧组的倩影，来，欢迎各位。同样，黄百鸣先生也是我们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老朋友了，欢迎再次回家，请到媒体区合影留念，谢谢。